人能救你了，李司空。杀了吧！杀！人没有用处，只有一个死囚，也只还没用。我可以走了。唯有这世上再无林九郎，太子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一个时辰之内，我要在这儿见到张小静的余地。兹有重犯，面长短髯，见者格杀勿论。今日长安者，都是你一手传的。我以为你跟别的官不一样。长安城全城百姓的命都敌不过太子的前程。